干燥综合症的患者，他的免疫功能是一种紊乱，并不是过低，有的部分的患者可以表现为过度的一个亢进啊，所以运动呢，对于干燥综合症的患者是有帮助的，对于提高他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机体的抵抗力是肯定是有帮助的，但是呢，运动对于这个病情的控制呢，没有一定的这个相关性，但是由于部分干燥综合症的患者需要口服一些免疫抑制剂。除了对异常的免疫进行抑制以外，对正常的免疫它也会有一种不良的一个抑制作用。因此，如果适当的运动呢，可以有助于